我的赖贴图已经在 LINE 正式上线啦，那还没购买的可以赶紧去购买哦。还有，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在 M 就是在那个这个城市的，然后是一个这个城市呢，就是我们第十四集出发的地方。那为什么开头就开场就不太一样？因为那边那场更多了，所以我们来移到这边来来录。那我们要上的我是旅游器，哎，反正也是。OK， 是威尼斯。那工资收入有8636。这一次呢，也就是送到威尼斯。威尼斯应该是算是最漂亮的地方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日常任务吧。那我再发上贝拉斯卡帕尼亚的托里诺瓦。前方右转。那背景呢？我有先放个音乐，就是恋爱曲的背景。右转。没错，我是放的的音乐。继续执行。也是感谢大家啦，支持我的这个系列。这个系列已经也录到了第十四集了，就是这一集是第十五集，真的感谢大家了。靠右，然后右转。我你咧，跟高讲。右转。接50红绿灯的，
靠右。没达成还算是一个，就是也是一个危机啦，目标危机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可以不是赶快订阅我，然后赶快就是分享给的一个好朋友啦，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啊那些的，来观看我的频道，订阅我一些，然后今天你可以观看一些的。我还差290。196吧，就到1000，没想到啦，我们之前听到的话，我们的平台只有300而已，现在算的话应该有300-400，好像频道也没了，这个直播区，然后因为那个版权嘛，然后又让我。
右，然后使用右边的出口。使用右边的出口。靠右，然后右转，右转，右转，右转。前方左转。左转。您已到达了目的地，导航会在这儿终止。换倒车。这次的欧卡送货第15集呢，就到这里结束啦。那一些大家的支持，那一些大家的收看，然后这一次的欧卡送货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所有的欧卡线上送货第15集呢，记得在影片中点个喜欢、订阅，而且呢打开才收到下次片后直播讯息。那每周一到日18:00直播。那还有什么呀 ？FB、YouTube 那些的社群都可以来追踪我，来订阅我，然后还有问问题。那也谢谢大家，那这次也谢谢啦。那我也希望大家有影片的话，有影片就跟我
说谢谢那些的话，可以拍成影片，然后再传给我，然后或者是你们集资，然后再帮其中一个人的频道，然后再网址给我，然后我再去看，然后我再询问你们可以帮我频道就好了，那些的，然后也谢谢大家。那没有你们，就不会有我，然后没有 Winner Ground 他的特效，就也不会有我。也不会存在，也不会继续的下去，然后也不会就不会继续有新兴的白片。那也谢谢 Willow Girl 还有各位群还有我的合作伙伴们。那也谢谢大家。那我们这次的欧卡生活第15集就要再结束了。那我们在下一次的欧卡生活第16集见了，下，拜拜。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草爷的兄弟你说。好啦，那影片到这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希望你也喜欢，订阅打开二次铃铛，才会知道我在这边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一到日不定时发片以及直播。那还有什么想问，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、Facebook 粉丝团以及 YouTube 留言区，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那也借追踪我的 Twitter 哦。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再下一部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